Step back, 3-point splash, yeah. Step back, 3-point splash, yeah. Logo shot, logo shot, yeah. 所以说反映在两边阵容的深度，那这对于比赛后半段来说，或许对于工程师来说是一个隐忧。Ibaka 说着说着，球交给小烈。Ibaka 来一个翻身跳投，难度很高，这一球他怎么投进去的？哦，他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投篮手感哦，就非常柔软的。Atino 篮板球想要绕过熊大没那么简单，但是第二波还有Ibaka。Ibaka。想要硬吃戴维斯，裁判享受，这是一个计算加法。工程师真的要想办法，不要让对手一波带走。没错，这人情景真的讲到重点。小烈，哇，一次马上突入到了心脏地带。这场比赛，国王队延续他们破百必胜的一个内容哦，101-85击败了新竹接口工程师。